各位好，我布莱菲尔灰熊。这个影片呢，最主要就是要更详细的述说堆叠六大观念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我选了一张小张的画布，你可以看到我用的是扇形笔。那一开始呢，你可以看到我用的非常鲜艳的黄色，先把火焰的位置可能大于火焰我们现在看到的位置，先把勾画出来。那我们通常平常都不是这样画，我们都是先从交界，也就是说从明度的交界的暗面跟亮面，然后横向刷出来。那为什么这一张会是这样呢？第一，它就是它的面积非常的小，所以呢它的干燥速度就是我可以掌握，也就是说它不会我刷到底部了它就湿掉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先从高彩度的色彩开始。还有一个，因为火焰的色彩是彩度我们所想要的。那我们再看看右上角的照片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必须要把它维持住这样的色彩，我们就需要用雕刻的方式来形成。所以各位所学到的平衡交界笔触色彩明度 H 这六样的观念呢，其实呢它无时无刻的可以交叠在一起，来形成一个具象的物体。那这些抽象的东西都是我们从照片，同一张照片去解读出来，我们需要怎么设计我们的明度的交界在哪里，色温的交界在哪里，如何保有部分的色彩而让它跳出来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聊。